说好嘛，那就设计一下嘛，看看。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很努力的，在这一两年朝生活之品的方向努力。好，接下来呢？好，这个服装呢是去年的服装秀的服装。去年服装的一个系列而已，一个系列就是，我们传统的服装只处理形，把所有的颜色跟图案拿掉，只保留麻的这个质感。麻的这个质感其实非常适合台湾的天气，因为棉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台湾不产，台湾产麻的。台湾在日据时期的农业要来，苎麻的生产量是全世界第二位，质量是全世界第一位。可是呢，在六零年代，台湾开始做石化工业之后，所有的麻产业全部在台湾连根拔起，然后消失不见。技术、知识，所有的东西都从这个土地消失，这是台湾很可悲的事情。我们常常说一个土地上如果没有深度的文化，是没有人会尊敬你。因为像我们的工坊常常有很多国外的工艺师来，工艺师像日本的工艺师来，我们就问他你的工坊几年，他说210年呢、啊。10年前来的时候他说210年，今年220年，但是台湾50年就是老店，对吗？佛罗伦斯的设计师来说，他的那个工坊350年，对，所以可能台湾真的要很努力的思考，什么叫做有序这件事情，不是挂在嘴边的哦。我们要很努力的，所以官员就说：“哎呦妈，我都不能做5年的计划，你可以做50年，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要做50年嘛，50年只是一个阶段呢、啊，对不对？”那怎么会是民间去想50年，然后政府想5个月或5年，倒过来？对 ，OK， 好，那我要休息一下吗？还是我要继续？继续吗？好的，好。苏卓先生，进来。我要放一下那个今年的森林服装秀，可以吗 ？OK。不知道是不是这里亲爱的，我们的那个到哪里去了？交班了。呀，班了。还是这边就可以，我看见。这个就可以。我们看比较短的。所以我的那个亲爱的那个叶建峰同学就说你拿去，然后我也来不及看，你就给你们这样。实际上这个版本是给我们的 model 的，就是给我们那些部落的 model。 我去年用了150位我们的工作人，我今年用了200位工作人，就是从拉竹子的啦，盖那个后台的啦，做那个就是舞台的啦，做音响的啦，上台走路的啦，什么通通用，加起来200多个。所以那场的这个服装秀其实不是在做商业的 fashion show， 而是想要做一个运动，然后把它当作是一种工具，用 fashion 这个工具，用时尚的这个工具，我吸引我的年轻人能够回来了解我。我不太知道他们可以怎么回来，因为我的部落一直在流失这些年轻的孩子。那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他可以回来。我不会做动画，我不会做 game 吗？我怎么让他回到部落？
所以我就第一年我就试试看，我可不可以用我可以做的方式 fashion 的方式，用这个形式来吸引他加入。不要认为我的东西是老老的，我穿着他不会穿的，他不会想穿的。所以呢，就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每年都赔钱，但是每年干，就是做下去。这五年我就可以扰动我的年轻人，让他从现代的这个工具里头回到我的传统，来了解我能要做的事情，我才会有兴趣。我不知道我这个方式做的会成功还是不成功，但是我只知道我试试看。有声音吗？到底外婆一直到现在没有穿过整套的，这是第一次。我们真的都是男模呢，真正的，因为是男性版魔宫。他们都说：“老师，我告诉你，我们是真正的男模，你不要不相信我们。”对啊，真正的。他们平常就是在部落里头做农，或者是在外面接一些版魔的工作。所以你看全身的那个视频就是很繁复，一个一个做出来这样。这个舞台70公尺，就在森林里头当了一个70公尺的舞台。所以我们部落是老中青三代全部加入了。这些服装都是从博物馆里头再借回来的。所以我们也要说服博物馆，就是你的东西我可以穿在人的身上，然后重新把它的价值活回来。因为如果只是在那边展示，其实你感动不了。服装是要穿在身上。所有的 model 都是我们部落的同伴。好，这个是高中生，他的爸爸把他丢给我，因为他患了很严重的那个忧郁症。这个孩子，他一年的时间没有办法正常的吃喝睡觉，因为有很大的课业压力。这是我们农经课的，公务员也上来走。
好好了解传统之后，可以帮忙那个相公所做更好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金鱼。他19岁就到功法，这两个是母女，就他的妈妈把他丢给我。就是凯旋服穿的整套凯旋服的形式，所以那天大概有2000多个人在山上，因为他们按码表算的。是玛丽巴的南投的瑞元发祥，在森林里面，所以在森林里头装置也要特别的注意，不是只做成一个舞台，而是要配合那个整个森林的生态做舞台的装置。南澳这些孩子，他跟妈妈们到我们工坊的时候，都是像我们家的妹妹那么小，5岁的时候。然后经过10年之后，就可以上来帮我走秀。是路人甲，因为已经找不到男模，男模突然不见了，又找，赶快上去。这是泰罗的，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些传统服装里头看到，其实过去它的织细、它的繁复度跟它的精致度其实是有的。如果在过去的20年不做这个工作，其实到现在你也做不来，老人家都已经离开。这个是刚才跟各位介绍的那个住在木瓜溪旁边，木瓜溪。我的妹妹说，木瓜。范老师，你那个东西头，我的头太大了啦，帽子戴不下去。我说你就戴在后脑勺就好了，来不及了。这是赛德克，
这套就是在展场的那一套。刚才有谁问我，就说那个刀对不对哈？这个每一件的作品都是按照博物馆的尺寸1:1尺寸做出来的。所以马拉拉的时候那个刀就长得这么长。那在博物馆里头保留下来的这些就是礼刀或者猎手刀或者是马拉拉用的刀就是长度这么长。那时候我们也在制作的时候也一而再的看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国小的小朋友，穿的就是只有造型，从造型来做创作的内容。所以你就相信我已经把部落可以用的人全部用上了，所以连路人甲都抓起来。所以下明年呢，我就希望那个是家族可以来的，所以后面那几个家族性的都可以来一起共襄盛举，把他儿子都长上。就很多问我说雨妈你是不是model要训练很久，没有，就是晚上他们套带回来之后就用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他们也很累，就把那个雨鞋啊什么的脱下来之后，我们赶快去洗澡，把衣服都弄脏了，就赶紧洗澡，然后回来就练习，这样就每天晚上练习1个小时，大概练习个6次吧。因为他们从不会穿不认识高跟鞋这件事情，这最小小男主最小的小三。上面的头饰是部落的月桃叶，月桃。这个系列是，从传统的胸兜、片裙、绣衣的这个系统来做设计。
取造型的元素。这位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娘。自从我们开始有服装秀之后，他们就比较吃素一点点，不然的话每餐他们都要吃肉了。